各位，你们觉得今天丽芙的头发弄得怎样？看不到吗？怎么样？看不到。我自己是觉得自己很帅的，可是今天早上呢，我就弄了这个发型之后，你知道优马他说我这个发型像什么吗？你知道优马说像什么吗？狗屁不利。我先不会把这个字幕放出来啦，你们这样听狗屁不利，你们猜是什么东西？懂日文的朋友可能知道的，就是蟑螂。优马就说我的发型像蟑螂，为什么？你的头发有触角，有吗？因为有这个触角，是不是？所以看起来很像蟑螂，各位不是的。颜色也是蟑螂，颜色是蟑螂的颜色，不是。虽然已经慢慢的掉色了，从这个红色变成巧克力色了，可是还不是蟑螂，不要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啦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打算不要夹盒子了。怎么了？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腻了，我们这几天呢都是在疯狂夹盒子嘛。那盒子我们大概练得七七八八的，今天呢我们要夹一些比较小的娃娃。好啊。因为我刚刚走一圈，我看到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夹盒子，是要夹小娃娃的。各位，よろしく。那就进去找猎物啦。Go。好，各位找到了今天的目标，僕のヒロアカデミア的小娃娃，都好可爱哟，超可爱的。不知道要先夹谁，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开始夹起吧。看会不会难夹。那我先去换钱。那我们开始夹了，各位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夹抱好好了，因为它在前面嘛，先收掉它。好像也没有什么标签可以夹的，我们就正常的夹它身体吧，看会不会滑下来。这台是没有办法二手的，所以呢，它只能倒地。如果有二手就好了，可惜。哦。还蛮重的，这样子可能。哦，这样子有希望哦。那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的爪真的就放在头这里，这样子夹到了，很顺利耶。这样子蛮便宜的耶，300日元还是400日币就买到了第一只。那继续夹咯。欧罗麦朵也在前面耶，可是它下面有那个尖尖的阻挡，可是它的中心已经在前面了，它的头在这边，所以是捞它头看看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挑战标签，差一点点，可惜。想跟它动了一下，那我们夹它好了。它这样子要怎么夹？把它压下来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压它头。哎呀，完全夹错边。下去啊！不行，哦，掉掉了。它后面看着好像小丸子啊，樱桃小丸子啊。就哎呀，爪子只能到这里，爪子只能到这里，这样子我是不是不能夹它？这个真的被爪子的移动范围给限制住了，不行，完全夹不到它的。我觉得刚才夹不到，我不要玩了。我要玩。那给你玩，不要玩了。那我要夹标签看看。上面那只吗？嗯。
有人竟然这么浪费。你看，为什么夹到这里会回家啊？为什么不夹的啊？各位，你们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呢，你们要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keep。因为这个呢是可以用这个功能的嘛，就是你夹到现在不能按了，就是你夹到一半，你想要去换钱嘛，它这里会出现 keep， 你再按呢，你就会哦就是保留着，可是它没有按哎，所以呢这是没人夹的，那我们只能捡宝喽。夹后面看看，哦，感觉良好，哦，等下这个有点太弯了，是不是？脚泡温泉之力，两次夹到，所以各位玩到刚刚那里的你们不要放弃回家，会这样子被这种贱人给捡宝。谢谢前面那位先生，阿里嘎多，我在马赛。哎，因为我们发现我还是夹这个盒子的，我们会比较强哎。刚刚那个娃娃夹到半死。两次捡宝，对，各位，天气之子呢？过几天在台湾就要上映了嘛。然后夹娃娃当然有它的新品，这是小只的，哎，他们都有哎，三个角色，男主角、女主角跟女主角的弟弟，还有他的猫也有哎，好可爱哦，我想要。其实这个 Hina 奖呢，我已经夹过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夹他了，我先夹他弟弟好了。对不起，进去了，不行，插洞不行，对啊。设定其实真的不难，那我们就顺便把男主角给带走好了。哪一个比较好夹？我觉得是这只比较好夹吧。哎呀，它会滑下来。哦，嗯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哇，掉的几率就很大喽。夹脚也可以，因为它脚现在呢它是直的嘛，要让它再横一点，它比较容易滑，所以这样子。我旁边有人在排队，所以不能够拍我。现在刚刚一个中学生的贴在我后面排队，这样的距离，对，这样的距离，我他想抱我吗？所以优马刚刚不能拍我，对各位夹到了。耶！而且他可以穿鞋子哎，你看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我的 Hina 奖在家里。对，所以三只我都有了，各位。9月12号，天气之子上映，大家一定要去看哦。虽然这不是业配，可是因为六看了两次都觉得很感动，我可能会去看第三次，然后去圣地巡礼拍影片跟大家分享，这样子。真的很好看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夹娃娃就到这里喽。真的觉得很空虚，因为今天我们插洞都成功了，就优马他都成功了嘛，然后都没有办法夹到。现在的可能是这个标签太大了，那太小的标签又很难插，所以玩标签其实是真的不简单。那我们就正常夹，其实还比较简单，可以夹到这样子。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挑战的平时没有很少夹的这个小娃娃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。好啊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。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。讲什么话？